风靡90年代的古惑仔系列电影，港星郑伊健因为饰演陈浩南红遍全亚洲，是许多粉丝心目中永远的不败男神。郑伊健将首度来台开唱，一出场依然帅气指数破表，台下粉丝暴动，就连任贤齐和舒淇两大天王天后都现身拍 VCR 助阵。曾经和郑伊健有戏剧合作的新生代演员娄俊硕也抽空到场支持。其实很坦白说，没有人找我，所以找不来。很实在的回答。因为可能当然了，你的 fans 应该说：“喂，快点来了，快点来！”但是真的没有老板找我，所以我就一直在等。很奇怪，今年有一个老板出现了，他说：“啊，有没有兴趣到那个台湾开演唱会？”笑称因为没人找，所以一直没来台湾。不少粉丝苦苦等了37年，才等到男神来台。郑伊健也坦言，筹备过程很紧张。也是广东歌，也是以前电影里面的一些经典的歌放在里面，把它呈现在那个舞台上，希望可以好像电影感觉比较重一点。强调会以电影感作为主题，带大家穿越回老时光，要以当年叱咤风云的急速旋风再度掀起台湾歌迷满满回忆杀。三立新闻吴杰成、王佩华 SNG 小组台报道。